今日教大家一個好簡單嘅方法，眨下眼就可以幫到人嘅啦。今次嘅呢一個 Ice Wing Challenge 閃眼挑戰咧，係幫助一班脊髓肌肉萎縮症嘅患者嘅。你要點做呢？就係跟住定嘅音樂眨眼就 OK 嘅啦。我要 nominate 三個人，第一個係小仙妹 Angelia， 第二個係 Super Girls 嘅 Aka， 第三個係 Joyce 鄭欣宜接受挑戰啦。我隔離有 Gordon 喺度，非常之叻嘅，咁啊佢會為我現場伴奏嘅。你準備好未？你一路吹，你一路眨個眼。我明選擇接受挑戰，又或者捐款100蚊俾 FSMA， 大家記住支持啦！嚟啦！